谢谢梧桐商的飞机啊，感谢感谢感谢梧桐商的飞机。我真正的美藏在肌肤之下。推一级恶飞流失就是个屁啊。咬，往里插个眼儿行不行？推，哎呦我这么猛，这大刀，推 A。我们打的这个曙光女神啊。气力降落，打得他不敢上来就可以了，知道吧？抽点盐，闪现走，哎，吃个药，你给我打死他！血赚呢？这 ADC 塔下换我，我跟你们说，他还不如不换，真的。这样出吧。血钻。为啥？因为他兵没了呀。小花生退出游戏。小花生皮纳特，我知道真正的。推，我现在吐他也没用，我现在吐他。先吃馅儿啊！我来打这 ADP 来 ，ADP 打不过我，哎，我好闪 ，double kill。我跟你们说，厄斐琉斯这个英雄啊，就现在即使他能拿到人头，我都不带给他的，你知道因为什么？因为这英雄属实是太低级了。你就给他人头，他起来了，他也有可能直接暴毙。他没有位移，没有操作空间。一打半溜，推咬起飞，降落。ADC 玩的挺骚啊，哎呀给我换掉了，漂亮，
给你下当了，谁的传送啊？中单的传送啊？哎，我装备都拿去了。可以疼成这个样子吗？嗯，这波确实是有点痛啊。哼，给我秒杀了，我都没动，没让我动。我到了，没事可以打。上。不行就杀这曙光女神就完了呗。哎呦我操，这是什么支援速度啊？我发现这曙光女神呢是真不能让她指晕我一下，直接给我满血，给我秒杀！哎，我来了，疼成这个样子。可以，厄斐琉斯漂亮，厄斐琉斯，哎呦啊，厄斐琉斯，美甲窃魂卷一会儿再说啊。看看是脚本，我脚什么本？脚本人家玩的好。喜欢瞄我，你俩啊！好闪！推！哎呀！那换换吧。闪现杀我！哎呦我操！这 ADC 玩的确实是可以啊！哎呦我天哪，还脚本，脚个屁脚。
飘了，这是有点儿。黄子是上当了吗？扛杀我一套应该能秒，稍微等一下。他说要炸我呀，我们先Q他一下，加个速，跑得快一点，回家出美甲的窃魂卷。干哈呢？你要干哈呀？这啥意思啊？这里有人吧？没有人，他搁这干哈呢？哎呦，我这厄斐琉斯这么猛吗？这看见这瑞文都这么不害怕，这么不害怕。那瑞文搁旁边，他连动都不带动的。哎呦，我这厄斐琉斯！就你叫乌迪尔啊？啊？我听说你叫乌迪尔。给吃了。呸！这里有眼儿，我给你把这眼儿排了。呀，没有眼儿。那俺俩把大虫子杀了，推 W 咬体力，咬小虫子，你还不行，你不够大。哦，乌迪尔，我们不杀乌迪尔，太阳妹妹。你好吗？太好了！我希望这卡莎不太敢飞我。乌迪尔搁这儿呢，要不要过来把这乌迪尔给杀了？我觉得可以，我们先跳弹过来。VWE 打死了。哎呦这 ADC， 哎呦这 ADC， 哎呦这 ADC， 死了！一切的一切呀，都是花里胡哨的。我跑得快，没事儿。别让亚索之前啊！所有人都
需做出。这个眼儿不排，给他们安全感。这还能跑到哪里？DWT 太阳妹妹挺肉啊，太阳妹妹。我就不回家了。咬体力降落，我打了，回头咬，哎呀，啊，救命 啊！来个猫着，哎呀，这猫着钱真贵呀，啊！我等了这么半天，3800块钱。还是差200，出个法穿吧呢。既然猫着出不来，出个法穿吧。我知道是什么。脚不脚本的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没接触过这种东西啊，咱也不乱说。但这个 ADC 玩的确实是可以的，这热飞流失基本上是最近看着玩的比较厉害的。谁要谁要吧，啊，这我就不要了。为什么不理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好跳弹呀！太阳妹妹怎么回事？哎呦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兄弟！我坚持住，推，咬，起飞，降落。推，哪来个无敌眼？先咬无敌眼，推 A， 推一下，八八六炸！哎呀，干哈呢？这绿本呢？我负 W 的，你不知道吗？往哪躲？你个身体这么大，躲个屁！你能躲到哪儿去？怎么的，太阳妹妹？黄子儿，快回来！先把 ADC 杀了。哎呦我！你说你们杀我不杀 ADC 的话，他是不是给你们都收了？我是辅助，我是辅助啊！